哎、欸，大人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头发上面有东西耶。好温柔，好舒服。他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该不会喜欢我吧？好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啊、这根本就是恐怖情人啊！真的。哎、欸，你会这样吗？不会啊。害怕就躲进我的怀里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。他要我去他家，该不会想跟我那个吧？艾瑞卡，我觉得我们最近的互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想问说，我们现在的关系是？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。